各位老铁大家好啊，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些种龟，果壳种龟，然后顺便看一下之前钓的那些鱼还有没活着的，是香不？抓个鱼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抓到。咦，出来了，抓不住。这鱼还挺不错的，竟然没被龟吃掉。打到一下，那个是罗非，罗非鱼。这个东西丢，又跑到里面去了。应该还有好几条鱼的。小罗非，跑得挺快的，想抓都抓不住。有一条长得挺大的，我把这条鱼抓到这个加温箱的大缸里面，放在大缸里面，让它体验一下加温的感觉。四季鱼春，对，下面这里有一些，就是类似于粪便吧，但龟是在上面这个箱子里面，但是因为那个箱子的盖子密封性不太好，所以有蚊子进去在这个大箱子里面产卵，所以打算把这条鱼抓过来，让它吃一下那个虫子，蚊子的虫子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乌龟的老铁记得点赞关注和转发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